我朋友跟我讲，假如爆炸了，我说不要紧，你看到我没有来哈，就是爆炸了。Hello， <音樂>看到那些东西啊，丢掉，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会丢坏了？好像人生病，你说你要去给医生看看，你会为什么生病哦？到底那个医生有没有办法医你？就是这样一样啊，我在想，有些放在门口，那么等有空我就去。 那个高楼屋，你去拆，拆好的，它拿去，坏的就满地。你修理才知道还可以保存它吗？你不修理，你不懂它，可以留住这些。他们讲哦。 你有没有别人家赚到什么钱？说没，我也没钱人家赚。这个是哈迪，风扇，这个是它的风从这边吹出来哦。我喜欢学的东西，并不是一定要做什么去。 就是你看到那根东西，你就学了啊，不会，那么你就看有办法学会。我会去这个店啊，好像这个东西从哪里来，从店那边，我就去问他了。我不要带去，他不要叫我，我就问他。假如这样的情形里面，他就跟我讲啊，你回去把这条换去那边看怎么样？多数他们会叫你的，所以我就从那边这样。 这边水一点，那边水一点。有些那些东西，你去叫人家帮忙你，你可能人家看你老人家帮你啊，但是你不要每次去吵人家。找不到，哎，他的针放在这边，啊，这边是他是，他跟有。好过了，请不要假装，对人不睬。 现在我在，我就是可以环保的，就环保可以做的就做。